天了。我现在出来拍东西，然后现在我的妆已经涂了，然后旁边是沈阳的小伙伴 ，Hello， 沉默，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，还在等，还有点饿，然后开了个直播嘛。澳洲有点冷，很湖吗？他们去了另外的地方，我们哇，网络不行，烦死了，直接给我断了，怎么了？